我馋了很久的荠菜大馄饨，小心烫。嗯，你包的？嗯，我觉得呢，瘦肉多了一点，荠菜干，你应该多放一点肥肉。嗯，这么一大早的，你不怕麻烦啊？让阿宝过去拿就好了。那能一样吗？我亲手包的，亲自送过来，亲手帮你煮，味道肯定是不一样的。你呢，不会撒谎的，有什么事都在脸上。来，过来。那个。你小时候啊，就喜欢跟我睡。嗯，因为你身上总是香香的。你说我们小时候啊，两个人挤在一张床上都不嫌大，现在这张床这么大，我们在一起你不觉得很大啊？因为我长大了。是的，曼桢长大了，可以自由飞翔了。姐，我一到地方就给你写信，你放心，我都这么大了，不会饿着自己的。我还记得小时候，我喜欢把你背在我的背上，好像就是眼前的事情。没想到你真的长大了，还长得这么快。知道你舍不得我走。我当然舍不得你，我最舍不得的就是